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小晴，你一切看开些。白嘟嘟他也不希望你太难过。如此观之，这才是神庭阵法的真意。神庭阵为天地双阵，我们只是破坏了地阵，而天阵还在运转。天阵，天阵不破，极下营上便不会停止。我观此阵不似是在人界发动，很有可能是在神界。敖虚施法时会确保不被打扰。神界中能让他这样做的地方，唯有春姿。他是春姿拳手，躲在那里，神魔也动不了他。唯我可施春姿神力，能与他一战。真人，在破除天阵阵眼前，可还有方法抑制阵法？如果借地阵中的九泉之势，构画一个与天阵相逆的螺旋，或许能拖延大阵的运转。只是眼下不仅缺少阵眼，我对九泉也所知不多，所以并无太大把握。况逆阵消耗巨大，恐怕依我一人无力维持。九泉的事我来帮忙，我是独掌拳手，又熟悉九泉之力，这帮手舍我其谁？桑霞氏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师父，还有我。小晴，我来帮师父一起维持逆阵。有墨晴协助，我也安心不少。现在就只缺阵眼了。阵眼需承受九泉之力的逆向回流，若无大量灵力来疏导，阵法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崩溃。让我来好吗？姐姐，小秋，你醒了？姐姐，我刚才都听见了，这个阵眼还是让我来吧。敖虚利用我的能力发动阵法，我也可以用相同的力量帮助你们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体内还残存着一些魁宇大人的灵力，我有把握。由我主持逆阵，还有墨晴与桑霞氏从旁照看，子秋不会有危险。万事俱备，我们现在就去神庭塔顶布阵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我只是心里难受，不是故意不理你的，我还是想。小晴，我都明白，我会等你处理好一切，等你来做我的新娘子。小秋，等下不要勉强自己。放心吧，姐姐。师姐，阻止敖虚是春姿剑手的职责，只能由我来了结此事。你留在人界，等我回来。之前我们用武灵之力削弱地阵，破天阵时应该也能用得上。再说，敖虚诡计多端，他知道只有你能对付他，不会没有防备。你也需要一个助力。我不能仅凭这些猜测就将你置于险境。可是我也承诺过，不会离你左右。好，既然师姐已有决意，我会尽全力守护你。时间无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是。是晴妹，阿尤，我和师弟出发了。月姐姐，一切小心啊，我们等你们平安回来。起阵。
春姿内的灵力流动与往常不同。师姐，往日并无这五柱灵光，看来老徐就在那里。这光柱似乎是武灵之力，武灵力和灵兽的本源相同，难怪我一进入春姿就感觉体内灵力充盈了许多。春姿拳吸纳天地浊气，化为武灵滋养神术，定是敖虚为了启动天阵将武灵凝聚。但既然师姐能吸纳武灵，那御灵术应可破之。好，我全力一试。神树果实所造之物，到底还是烈性难除，愚蠢至极。我也从未想过你怀有如此恶毒心思。莽夫，本尊辛苦谋划千年，皆是为了唤醒神族，如同无知之辈，却妄图将本尊大业尽毁。这不过是你的妄念而已，不必找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放肆！区一介人族，竟可吸纳武灵之力，天地灵气散逸六界，世间众生同有同享，同生同存。你自视为正神，却依然囿于樊笼，着实可怜。汝等低劣之辈，如今也只能逞片刻口舌之力了。蝼蚁卑贱，才妄想平等。本尊乃伏羲天地以自身灵力所塑。据本尊奉献此身伏羲之力，即可启程。你竟将自己作为阵眼？武灵之力和灵兽的本源相通，此结界需我破解。失误，毁坏本尊计划之磐石。
尽人族，一同葬身春姿吧！用我来攻击，
极致。神族要让我们魔界无法生存，我们就打上神界。鲑鱼大人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灭了你这神族的走狗。魔尊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这里给我等着。等什么？演播权灵气已经完全枯竭，等到魔界变成大荒，大家坐以待毙吗？让你们等着。看到了，退下。如这炼品，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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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说好相守一生的，你不可以走，师姐。青叔，青叔，师弟，师弟，你醒了。尊驾师，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。我师弟，修吾呢？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。修无剑手违律犯禁，思恋凡人，然制止乱臣，求人得人，功过皆消，其原果将重归神树。他为什么在你生命即将消亡之刻，修无用共生之术将你救活。师弟，月清说，你助神界成奸有功，案例可自引渡升仙。我只要修吾，他已还命于你。再难复生，缘起缘灭，何苦执念？我们说好的，无论将来如何，彼此都不分开。
还望玄女大人让我带修吾回明树门。也罢，世事造化自有命数，但春姿剑为神界神兵，需留在神界。多谢玄女大人成全。天下安定后，天师门和白家致力于弥补过错，天师门自省，重返道心，情妹倾白家之力补偿旷役，协助百姓重建家园。弃偶中的仙灵兽在复生后多投效明树门，对弟子们注意甚大。之后明树门声望日盛，拜师者络绎不绝，小秋成为了我的小师弟，他如愿得到了一只能抵抗煞气的玉灵，潜心修炼，已经去了魔界，加入天魔众。他还告诉我，玄女大人曾邀请魁羽前辈重归神界，但前辈拒绝了。我想，无论前辈身在何方，他心中之道都不会有变。晴妹同阿游一起回到泉隐村成了亲，一同致力于研究医病解毒的良方，他们常纸鹤传书来给我，还给爷爷捎来治风湿的药。只可惜爷爷已经用不到了。虽然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但我知道，只有他一直在这里，不会离开我。